是 Serena， 今天呢就跟大家呢去 LA Grandel 的一家甜品店去吃 brunch， 而它这家甜品店的名字呢就叫做 Pray and Pretto。而这家甜品店的蛋糕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它的甜品呢就做得非常的精致。brunch 方面呢就点了两个菜，一个就是那个avocado 的这个 toast，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egg benedict。咁咧，我哋咧叫咗呢個咧叫做 Maple Bacon Benedict。咁大家見到佢其實個 portion 都幾有大份嘅 ，OK 嘅。咁然後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 avocado 嘅一個 toast 啦，咁樣。咁佢都好 fancy 咁樣整到，咁樣咁有隻蛋咧喺度咁。跟住 avocado 香，跟住啲蛋咧又融咗落個 avocado 裏邊，同埋個麵包係唔硬嘅，即係脆脆地嘅，即係唔會覺得好難咬啊！唔錯唔錯。呢個醬咧有啲似嗰種龍蝦嗰種食落去，因為頭先我哋食咗個番茄，個番茄係一種不同嘅味道，同埋好似食落去嗰種龍蝦醬嗰種泡嗰種味。好好食咯，我覺得呢個 Benedict 好有誠意，好有誠意嘅 Benedict。咁咧，我哋咧就點咗兩個啦，一個係 Macaron 嘅，同埋呢個 Raspberry， 然後另外一個咧就係 Timberley 個 Strawberry 嘅。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 video， 那请 subscribe 我。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